众所周知，程飞是中国体操的功勋运动员，他率领中国体操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，拿到了9个世界冠军，创造了中国体操界的历史。程飞在运动员时期也是体操队的女神，形象上佳，气质出众，更是体操队的队长，个人魅力很大。受到伤病的影响，程飞很早就退役了。退役后的他并没有离开心爱的体操赛场，选择回到母校武汉体育学院担任教练，继续为祖国培养体操人才。程飞还经常去外地参加各种活动，为体操运动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由于退役后不再注意饮食和训练，程飞的身体迅速发福，成为了一个小胖子，与运动员时期的他简直有着天壤之别。从程飞曝光的近照来看，他的身体还是处于比较胖的状态，但是显然是有意控制了自己的体重，没有过于肥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体型比起之前要胖，但是程飞的打扮一直非常潮流，有着一颗少女心，追随了时尚的步伐，与他目前的形象很搭配，显得很可爱很美丽。程飞如今已经30岁，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少女了，她的感情生活还是没有进展，依然是单身状态。我们希望程飞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